同学们，注意力一定要集中，反应要快，传球要准，来，接球要稳，是吧？上次上课的时候，安老师、袁老师，请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帮帮忙，过去吧。同学们，我们请二位老师帮我们做个示范，好不好？好。安老师，我呢把球传给您，接住了啊。好，接住。好。哇，哎呀，安老师，您这个反应力太快了。来来来，给。都看到了吗，同学们？这就叫反应力。杨老师啊，我们做个示范。好，没问题。我那一会儿把球传给你。哦。同学们，看到了吧？这个袁老师注意力不集中，反应力过慢，还好吗？没事。那咱接着来，接住，啊、去，我，啊、我，看准了，跟警队我对整齐了。接住，慢慢走，走你，啊、去，走，去。怎么死你儿、啊、尝尝我的肉可香了，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，你陪我去呗。咦、啊、安仁老师，你还好吗？哦，没事了。安仁老师，这儿有肉，你吃吗？啊，我不吃了，谢谢。哟、哦，舅舅， Yo, 你在追安仁老师吗？别瞎说。在很多电影里都是这样，喜欢就直说，不喜欢就拉倒。安老师，我觉得你跟我舅舅挺合适的、啊、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，一定要在一起，一定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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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他说什么呢？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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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什么一起啊？在一起。学校里边拉拉扯扯像什么话？松开，你把手松开。你干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牵着他的手。我哦，对不起，安老师，你说你拉拉扯扯像什么话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这是学校，怎么坐下？啊，袁老师，是你让孩子这么做的呀？不是啊，你可拉倒吧，什么不是？就这种伎俩都是我马拉松玩剩下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让安老师多难为情啊？你让安老师多尴尬呀，对不对，李老师？你这像什么话呀？啊，安老师，你看，还把安老师给气走了。安老师，论颜值，论气质，你比得过我吗？你还是放弃吧。哼，安老师，安老师，安老师，舅舅，你吃点肉吧。吃什么吃啊？这是我的肉，你这人呐，没眼光。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眼前人，你就活该单身一辈子。你不配，去。舅舅，叫叫什么叫？别喊我舅舅。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吗？你让安安老师多尴尬。舅舅，你是不是没吃上红烧肉就生气了？别理我啊！别跟我说话，别靠近我。